噔噔噔噔，
这个不是利奥的回忆吗？
别人。
就打小丑，等他四炮呗。
捡那个磁铁。军事的就别刷民歌了吗？丢人！对，今天晚上我们被爆锤，好吧？就被爆锤，这有啥传视频的呀？对呀，可以传嘛，就传嘛。不包括我传的事儿。可以传我们所有人的视角，就被锤视角。鹿头在大房。好的。这是谁？就完了。这是谁在说话？这是谁？哎，厉害啊！是谁？真好听，今天好性感，能不能把林悠拉走？你是第一次听吗？你在这，他刚才旁人跟人家揪你好几次了，人家都没理他。玩了，哦，选手活，传锤锤你们这几个好卡，啊，我被锤了，我靠，你被锤了，我扔了哦，我把林悠他们三个拉走。我收不好剑，三剑刀我没了，石头跟我石头快，石头快，你别修电池了，你修动。放屁！我都快亮了，快亮了，我行了。我听到你的鬼话。我不知道大家刚修三分之一呢。你爱信不信？你转一下，你转一下。在那边双修呢。他，你都套路完他了，我装个屁，这么远，装了吗？啊，行，装了。真装了，假装了。真装了，上床、啊。哎，对，艾丽，你升元二的时候你去仙亚了是吧？你也去仙亚了，我记得。然后我当时想找你来的，没找到。哎，他跟我是啥？真菜、啊。哎。我以为他骗我，没听。一般有空时间都在训练。嗯。我就是我去仙亚吧。我感觉我的粉丝。我本来以为我的粉丝就是挺，就是怎么说，挺激动的，但是我听说你的粉丝更激动。我听说是一堆人去追着你，是吗？没有，坐下，师兄，没那么，没有吗？一堆追着你啊，狗爱丽！哈哈哈哈哎呦，这下慢了！你看，没事，就是我一卡，走，他有那个什么，我最后求躲一个波子。没有啊，就是形容粉丝很。他还是追，但他追丢了，我能撞一次。那不都是爱称吗？粉丝对自己主播爱称，你们都整天喊我狗的白，你不说呢？啊？狗的白。钻石吗？能钻石吗？石头钻石能挣。你们硬生生给送到二阶了，我在修三吧。哦，完了，阿九，好不起来。哦，完了。你真菜，甜瓜。谢谢，我有什么关系吗？你倒的真快啊！有点激动吗？你激动个锤锤！我那台都快亮了，我修了十六秋。哪台啊？十六秋。嗯，救命！我去。我是救，这俩，我操！艾丽说我不救，我不敢和你俩说话了，真的。帅，哦帅，这个逊有点东西，好吧？这挂我，是怪。坏，我去修电机了。滚吧！最后一台在哪？勾到呀！你为什么勾不到呀？你好菜啊！最后一台在哪？二条一台，小房两台。小房门口那台修了。你去修小房，田瓜。好的。他敢去吗？你看他的样，畏畏缩缩的。我都不想救你了，你的猪猪。我救。啊？别急，我去，别急，阿丽，让开。
哪有艾丽？你快起来，你快起来，你去休息了。你对啊，你踩成这样了，你还在这，你在这晃什么呢？哎，闪现，闪现，哎，男生，可以可以，厉害厉害。哇，我这一波超级无敌踏失误了，你知道吗？是是是，超级无敌踏失误了。太快，完了完了完了啊！我没了，救我！哎，不能上树，不能。哎，球不够了，这个还没去，就只能撞这些。多一点都转不出来了，都饿。能量吗？能量吗？我们压好了。哎，他怎么瞬移了？跑跑跑跑跑，压压不了，OK。别死啊！他一分不稳，你死。别走。哎呀，没勾到！这没勾到，这怎么没勾到啊？来勾我呀！你两个，你两个救命怪！哎，你怎么又有一个儿子？双他摸了两次小子，都不知道木把枪来救我。哎，没，刚才摸了次枪，他给了个娃娃。哦，那就说明心是爱我的。哦、你快滚！你和十六去救咪吧，好吧。勾我，勾我！哦，快帅，干完再干完再！你瞅瞅你那个熊样子。我帅啊，十六！哎，走错地方了，完了完了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没事没事没事，小门子小门大门都开了。你翻得快，你翻得快，你翻得快！哎，闪现好了，闪现好了，闪现好了，十六，预判了闪现，教你，预判闪现，我跟你说。闪现好了吗？啊，走不掉！还一刀斩快没了，能救救我吗？算了，没必要。哎、他和有一刀斩有什么区别吗？算了，没必要。可以救，但没必要。看看十六，你看看十六就上一次了。你们看看舔过菜的，我的妈！太厉害！我有点卡，我卡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有点卡了，电脑。把闪现交了吗？没交，没交，没交。还有闪现。不是白哥哥，你怎么已经出去了？那、啊、我为什么不睡？你为什么不救我？我救你干什么？救咪！找甜蛙去。他配吗？那就不救他了。啊，不要嘛，救咪！谢谢叔叔。我退下游戏，哥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俩别说这个词了，行吗？求你俩。不好有点卡。